都是在做外头去了。东亚真是假，终于把穷了，又是一场祸不单行的旅程。我们回国吧。先是遇到了牛拦路，才走了一个小时，我的相机就坏了。你吉普兰的酒又歪倒了，你都不关心我。你酒子来了，你再说得行了吗？回家了，我就歪到小不能走了。啊！哎，你看这个，我嚼一口啊。呸哟，你去吃嘛。啊，你要让我吃，你让我吃这个草呗？我可以吃吗？嗯，反正我不能吃。你确定我可以吃吗？我确定。什么东西啊？哪个敢吃？反正我不敢吃。你拿我起来。哎，轻了，衣服给我吃烂光了。我知道脚崴到去拍视频什么样子的吧？是这样的，我脚是白的，白的，完了，右脚也崴了，救命！下一个，这脚都崴了，怎么走？你走那么着急，你看嘛，你催我，我两只脚都崴到去了。行吗？哎呦，我也崴到去了，得行了吧？能不晓得皮不了？哈哈哈！你是啊。我脚崴了，你笑出声来了。不敢相信你们还活着。快想今晚回家，快真难不说话呢。哎，终于回家了。给屁姐高兴的在沙发上游来游去。还好我脚都能搞。